Gone. Pretty sure.你手机落家里了。哎，闺女啊，你手机落家里了。啊？我手机呢？爸，我手机呢？
哎呀，你手机不是？哎，我刷个碗的功夫，手机咋不见了呢？啊，我刚看咱家门开着呢，难道进贼了？哎呀妈呀，我刚往门口发了机，可能忘关门了，不会家里真进贼了吧？啊，咋办呀？我新手机。你哭有啥用啊？你赶紧给你手机打个电话，看通不通啊？啊。嗯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是登我家吗？哎呀，地上了，这是灰，我洗洗。你等着，装作很随意一些。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对不起。没关系。对不起。没关系。走，跟我回家。哎呦我的妈！楼窗推开，你翻塌。哎呦我的妈！媳妇儿，媳妇儿啊，吃饭了。媳妇儿啊，吃饭了。你这一到吃饭点，人就没有，人睡哪了呢？阿伟，请慢用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有点咸啊。什么？没有啊，很棒啊。这有点咸啊。对啊，我也觉得。要不把我店长叫过来吧。店长，怎么了？客人说漏血了。没有啊。咸了。要不我叫我老板过来尝尝。老板，怎么了？客人说呢，漏钱。很好啊，要不叫董事长来试试？董事长，怎么了？客人说肉咸。没有啊，真的咸呐！你在笑我做事啊？胡刀，不咸啊，很好吃啊！我们试一下。你别笑。你们都说我闺蜜很胖，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她到底胖不胖。问你三个问题，快问快答。好。身高1.6米，体重45公斤，穿多大码的衣服？ S。 裤子 S 或者 XS。 我不信。收手。兄弟，你的钱掉了。这不是我嘞，这就是你嘞。我跟你说了，这不是我嘞，我亲眼看见从你兜里边掉出来了。兄弟，你是没结过婚吗？没有。我跟你说，一个结过婚的男人兜里边不会有钱嘞。哎呦我的妈！Motherfucker think twice. You don't want me to my bang bang. Look, but don't touch motherfucker think twice. My bang bang. Look, but don't touch my
motherfucker think twice.